哎呀，芝堂的人字夹脚拖鞋现在可是已经跃上了时尚舞台了。在一片休闲雅痞的风潮之下，设计师在鞋面和鞋板上动了一些手脚，让一双原本毫不起眼夹脚鞋充满了流行感，像一双镶上了水晶的夹脚拖鞋，要价将近10000元新台币。人字型拖鞋现在几乎是型男型女背包里必备的鞋款，容易搭配又可显出休闲雅痞风，人字鞋俨然已经跃上了时尚舞台。为了加强贵气，镶了168颗施华洛世奇水晶的鞋款，是名媛贵妇参加时尚派对的最爱。事实上，一双简单的人字鞋裸露出脚踝和脚趾，有时更能显示出女性的性感。来看看今年的拖鞋主流，浓厚的和风味，环保基调色彩，可爱的插画设计，贝壳宝石点缀，东方龙和普普风都成为鞋面的图案。穿比较厚一点的，这个会让你的腿看起来长，那你可以搭配裙子就很可爱。有的厉害一点的男生连西装啊都可以搭配人字拖鞋。人字拖鞋穿得轻松，但是千万记住要做好足下保养，千万不可以不剪指甲或是有一些黑垢，所以平常就是要去角质啊，或是要擦乳液。夏天即将来临，时尚男女们赶快做好足部保养吧，准备迎接人字拖鞋的夏日风情。谈到了本土漫画《大婶婆》。